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巴黎小鹿。今天要来呼吁大家，如果养了狗狗，就要把毛小孩当作自己的责任。就算你想给它自由，或者认为它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生活，宠物们犯的错，主人都应该承担。如果大家都能秉持着这个想法，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主人放任自己的宠物攻击别人的新闻了。